如是一心求见法，这是自己终极的目标。我一心一意，不求世间名闻利养，做再多的好事，不求果报，求什么呢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因为这些事情是佛所做的事情，诸佛如来他就干这个事啊，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是行佛之心啊，佛是救世之心啊。啊，这个两句啊，等三句。上段表信闻信此经，今则引申其意，从闻信啊而起愿心，心愿心是分不开的，密切关联。受啊，受者信受。持者支持，净土法门他从有门入啊，它不是空门，叫我们支持，执什么？执着。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了，只执着阿弥陀佛。啊，经教里面呢，我们只执着无量寿经。啊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从执着切入进去之后呢，就不执着了。经典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展开经卷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我面前。恭恭敬敬接受啊，老老实实的学奉行。啊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专念阿弥陀佛，同时呢，你看书写、读诵、赞叹、言说、供养，啊，这是什么身教啊？身教而后才有言教，言教是说。
以此功德供养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竟，真做到了就是真功德。